这一位选手来自叫做薛玉，薛玉是一个胆子小缺乏自信的人，来到巴西之后他唯一的慰藉就是听中国歌，在家人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这一次比赛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展示自己不留遗憾。我们来连线薛玉。你好薛玉。薛玉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评委老师好。介绍一下打算唱什么歌。今天我准备唱一首张靓颖的《我的梦》。好的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一直的，一直的往前走，疯狂的世界。交给时间，想飞就一飞，谁不经历狼狈？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，拥抱遗憾的美。我的梦说别停留，等待阳光，梦想是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。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，捡起伤口的美。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。我的梦说别停留，等待就让光芒消失的痛苦，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奔向那片会怎么变化都不是意外，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。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，记得成长的对话，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。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像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，我的梦，我的梦，因为你是我的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薛玉为我们带来了这一首《我的梦》，我们一起来听听陈霞老师的点评。